江北扬，感谢天命，走前总看好吧，落上这北下那座大殿，我看见一座座山。我们的三号啊，在我心目中呢，他是国际范儿的民族歌王。三号，阿良，三号这个打法啊，就是霸王枪、紫金锤，从开始到最后，一杆捅到底。我们的三号啊，在我心目中呢，他是国际范儿的民族歌王。他如果代表我们中国的这个歌星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演出，我相信他的那种唱功、那种声音，包括他现场的那种震撼力和统治力，一定可以获得全世界所有看到他的这种观众给予最热烈的这种掌声。他是非常完美的国际化的。二位老师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，那我就说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啊，三号。我特别喜欢你的歌手青藏高原，特别亲切，然后感情充沛。我就觉得好像在台上唱歌的不是一位歌手，而是一位就像妙音天女一样，非常的动听，非常的喜欢。好的，三号这个打法啊，就是霸王枪、紫金锤，从开始到最后，一杆捅到底。前面主持人说他不想碰到对手是对的，因为这种打法谁要跟他硬拼拼不过他，挨上死碰上亡，所以他这个打法是贯彻到底的。我非常高兴地宣布，获得本场乐赛冠军的是三号曼珠伊利奇。哇，谢谢，我没想到，我觉得我的对手太厉害了，所以感谢感谢。伊利奇，只要自己尽心唱，尽力唱，大家喜欢听，我觉得，然后有更多的机会让我唱给大家听，让大家高兴就可以了。谢谢，谢谢星光大道。好了，再一次的掌声。三遍诺，我是曼殊伊利奇，是蒙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，同时我还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双冠军，以及全美闽南语歌唱大赛的总冠军。如果您喜欢听我演唱的闽南语歌曲，并且想要继续听的话，那么记得一定要鼓励我，那么也就是请点赞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、转发，跟更多的人一起分享哦。谢谢您，Just a little。